同仁，上午好。好。我看今天我们昨天很辛苦，我看了啊，因为昨天最后一个发言的，因为我来了几个人来找我，我后面离开了一下。昨天大家很辛苦，啊，今天的精神状态我看很好，是吧？我们给自己来一次掌声，好吧？这个我们第十七期经典教师骨干教师培训班，我每一次开会啊，讲了一个概念。我们经典骨干教师，骨干教师是什么？是起支撑作用的，起带头作用的，起领导作用的，是吧？主干、骨干、支撑的。所以我们凡是来参加这一次培训的，都是作为全国和海内外经典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推广的带头人，去领导人啊，去支撑作用的。所以我们大家，所以学习很辛苦。我们温主席讲了一个概念啊，辛苦才有幸福，是吧？辛苦就有幸福，不辛苦就没幸福，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学习，原来我们这个课程应该安排是一个礼拜的，后面大家就讲很忙，所以我们压缩成三天，实际只是三天，明天要去考察，是吧？所以真正要培训啊，这只是一个开头，等一下我就马上给大家讲大学了，是吧？你看学一部大学，我们原则上要听完三个月，是吧？论语听完要一年，你起码学一年论语，你再去讲论语，是吧？最低一年，我们论语讲两年，是吧？别讲别做，那就有效果。所以我们大家呢，只是来把基本的原理、基本的要求，大家来研讨，啊，大家来研讨。我们在座的很多搞经典教育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我们叫做研讨、研修，是吧？研修，大家交流。我们这些老师呢，叫做抛砖引玉，你们玉还在，都坐在下面，是吧？我们只是引玉。我们十七期骨干教师，我们讲了一个概念叫做黄埔经典黄埔军校，嗯，我们是黄埔十七期的学员，是吧？大家为我们黄埔十七期学员鼓掌。所以我们温主席又是黄埔十七期学员的名誉班长，我们张部长是十七级的班长，林老师是我们十七级的学习委员，还有我们的生活委员刘校长，我们还今天还要宣布一个文艺委员，要补选一个文艺委员，哎，因为九号晚上要进行联欢晚会呀，这个节目也排得要非常有水平，有文艺委员来牵头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十七级，这个班长是终身的班长，不退休的，不免职的，好吧？好。下面我就继续向大家汇报我前面的一个第一讲经典教育的一个师资的一个基本掌握的六讲。今天呢，我讲五讲，留着后面一讲是留到最后一天下午再和大家讲，就是大家提出来的经典教育之读经典怎么和
品德行为规范结合起来。我们昨天我们校长，山西的校长啊，老校长提得很好，我们这十几年来既研究经典怎么读怎么教，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也重点啊在研究经典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习惯。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高尚人格，怎样培养学生的十大高尚人格，这是我研究的课题啊。我认为学校重点现在抓两项，除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以外，抓五大经典，抓十大行为习惯训练，抓十大高尚人格塑造。所以十大行为习惯和十大高尚人格我留到最后下午最后一天下午再向大家报告啊。下面我就接到啊昨天的讲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理论依据，我们去推广啊。你要向各位教育局长校长家长社会的人说，我们搞这个经典教育，人家问你，你是不是瞎搞的啊？小朋友读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读啊？读了有什么好处啊，什么坏处啊？好处我讲了，家长他认为有很多坏处，他说我们都不能读，小朋友能够读吗？三岁小朋友能够读啊？我们在座的好多园长是吧，你怎么说服家长，说服社会上的不懂经典教育的人？哎，我就给你找了理论根据，我是专门研究教育的是吧，华中师大专门研究这个，我当师范校长专门研究小学教育啊，我的专业就是学这个东西，专门学教育学心理学，我教了18年心理学教育学学校管理是吧。那么有没有理论依据啊？有，全世界全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讲的读经典完全可以，并且读了好得不得了。你看他们研究的成果，第一个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志协，凡是学教育的，特别学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的学小学教育的，如果不知道朱志协，等于这个老师不及格啊，连朱志协是何其人也都不知道，肯定没学心理学，没学儿童心理学，没学儿童教育学。朱志协北师大的著名的博士导师，我们刚解放的中国第一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我们读大学读研究生课程就是学他的儿童心理学，就是他的，他就是代表中国儿童心理学的权威，国家领导人对他敬重的不得了，全世界公认。